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 CSGO 的玩家朋友们，大家周五好，欢迎来到由完美世界游戏主办的2018 CSGO 亚洲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我们现在正在上海浦东的原生体育中心，我是主持人 BBC。 可能有人会说 BBC 你这个 CS 的菜鸟怎么又混到 CS 的比赛来了。其实在很早以前，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样都有一个梦想，梦想自己能成为一杆虎枪。那个时候比较早了，我记得那个时候117还有一头茂盛的长发，那个时候爱华还是个直男，那个时候大家都管 Alex 叫 Big Ben， 那个时候小波还没有发育到现在1.8米的高度。好了，开个玩笑。那么前几天呢，在我们的小组赛中一共有8支队伍来参加比赛，打到今天的比赛还剩6支队伍，接下来他们将在这2天的比赛当中来争夺30万美元的总奖金以及属于冠军的无上荣耀，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要感谢 CSGO 亚洲邀请赛官方合作伙伴 Intel， 官方推荐外设 HyperX， 官方电竞合作品牌玩家国度对于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好，马上要开始的是今天的揭幕战，第一场比赛将会由 A 组第二的 NIP 战队迎战 B 组第三的天路战队，获胜的队伍将会进入到本次赛事的半决赛。接下来队伍就要登场了，我希望大家待会儿我们的东道主们用最饱满的热情来迎接他们。 OK， 先来了解一下第一支要登场队伍 NIP 的队员资料。让我们掌声欢迎 NIP 战队。 Welcome on stage NIP。 OK guys, welcome to Shanghai and please say hello to our audienceOkay, thank you. Please take your seats and get ready to play. NIP 战队真的是星光熠熠，从大家的掌声和反应就能看得出来。那接下来要挑战他们的正是我们的本土的中国战队天路。来，让我们再次看一下天路的小伙子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主场队伍天路战队。 Welcome on stage TyLoo。 好的，欢迎天路的小伙子们来跟观众朋友们挥手致意一下，打个招呼，待会儿他们可是你们主场的粉丝。好的，谢谢，请到座位上做准备，我们要马上开始比赛。好了，我们看到第一场比赛的两支队伍都已经蓄势待发了，一场精彩的较量马上要打响。那究竟谁的胜面更大，然后天路有没有机会来击败强敌，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要听听分析台是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的，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